咁啊，今日我哋又讲下啲即系个别板块嘅股份啦。见到个大市午后个沽压咁大嘅时候，其实都冇乜板块可以幸免噶啦。咁啊，见到其中内需股嗰个跌势咧更加严峻，所以呢一次我哋又同你倾下啲内需股啦。嗱，先讲下只其中一只咧有消息嘅就系今朝有消息嘅安踏啦。嗱，外媒就引述消息人士话，安踏旗下咧呢个生产 Wilson 网球拍啦，以及 Salomon 嘅滑雪靴嘅合营公司Amersport 咧就会发行1亿股，咁啊每股定价咧16至18美元，就喺美国嗰边上市嘅，咁啊集资最多18亿美元啦。个发行条款咧最快喺未来几日就话会公布噶啦。另外规模啊、时间等等嘅细节咧仍然都有变数，佢哋嘅代表咧就话不予置评咁。咁嗱，如果消息真系属实嘅话咧，就会系自旧年九月呢一个晶片公司 ARM 上市以嚟咧集资额最大嘅一个美股 IPO 嚟咁。咁其实安踏早前喺1月5日嘅时候都发咗通告噶啦，就话旗下嘅Amersport 咧已经向纽交所提交注册声明。咁啊，今日就传出话有定价集资额啊，对你嚟讲有冇惊喜咧？如果真系用呢一个价喺美国上市，个吸引力高唔高咧？咁咧就其实嗰个嘅细节上，咁啊变咗都而家系多一啲啦。咁咧就咧又有个定价，同埋喺个集资金额嗰度咧都有啲眉目嘅时候咧，咁咧就咧我谂市场个解读咧，相对个成事机会都比较系高一啲。咁咧就即系系咪吸引嘅时候咧，就咧即系我谂咧，始终咧就咧美国都有唔少嘅相关嘅股份啦。咁咧就咧变咗咧就始终喺嗰一个嘅定价嘅考虑嗰度咧，就反而咧会系考虑翻咧，到底对于系安踏嚟讲会唔会系有利啦？咁咧就以翻系大概系18亿个即系以翻180亿嗰个集资金额最高嚟到即系以翻18亿嚟到计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嗰、那个嘅折合翻港币咧就成140亿嘅港币嘅，咁咧就咧其实个金额上都系会比较上高啲，咁咧就咧因为咧对应翻咧，如果你谂住喺香港嗰度上市嘅时候咧，可能咧如果你话 leg 嘅嗰个集资金额咧都系讲紧50-60亿啦，咁啊咧所以咧就咧始终咧就喺美国嗰边上市咧，对于安踏嚟讲咧都系会比较系有利一啲，咁啊咧就再加上咧近期咧个美股都系比较强势啦，就道指同埋系标指都咧相应系创咗历史新高，咁咧就咧变咗咧都会多一啲嘅资金流入咧，我相信咧就咧就咧 Amersport 咧就上市嘅初期嘅时候咧，咁嗰一个嘅做好嘅机会亦都会比较大啲，咁所以咧就咧喺呢个安排上咧，我觉得咧亦都会系比较上系适合过咧喺香港嗰度上市啦。即系公司都即系好有策略啊，都醒嘅，即系一啲水头比较充足嘅市场去上市，好过喺即系香港呢一边啦。始终都系资金比较紧绌一啲。咁啊，究竟今次即系呢一个如果上市系行得成嘅话，对于安踏嚟讲嗰个利好作用有几大咧？嗱，我哋即管睇下Amersport 呢一间公司啦。嗱，根据旧年中期业绩咧，佢哋就持股系52.7%。咁喺2021年咧，第一次就对安踏咧，终于有个盈利贡献。咁过去两年嘅收入啊，经调整 EBITDA都有增長嘅，淨虧損咧就輕微擴大。嗱，舊年中期亦都因為商譽減值啊，亦都令到安踏有一個5亿几人民幣嘅虧損。嗱，真係成功上市啦，對於安踏嗰個釋放價值嘅利好作用大唔大咧？咁我諗咧就市場咧都係認為呢一個嘅消息係受落嘅，咁咧就咧所以咧見到咧安踏咧今日開市嘅時候咧個股價都係出現一個逆市上升嘅狀況喺度，咁就所以變咗咧我諗咧就咧市場都認為咧就Amersport 咧係個估值上都相對係吸引，咁咧就咧對於係咧安踏嚟講咧嗰一個嘅釋放價值亦都會係咧比較上係強，咁同埋頭先亦都有講到啦，計翻做港幣嘅時候咧，都有成係140亿嗰個嘅那個金額可以係集資嚟到產生得到，咁啊咧變咗咧都會咧可以咧令到係安踏咧嗰一個嘅現金流方面咧就會比較上係強啲，咁啊尤其是咧而家內地嗰一個經濟表現都係個不確定性係比較係高啦，咁啊一間公司嚟講咧個資金係充裕一啲咧，咁都會係比較上係適合，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去考慮翻咧個資金多咗嘅時候咧，咁咧就咧安踏亦都咧可能咧會係考慮翻咧會唔會做翻咧一啲嘅併購方面嘅活動啦，咁咧就
咧啊，特別係而家咧就啊內需咧嗰一個嘅狀況都係比較疲弱咧，咁咧就如果安踏咧可能嗰個考慮部署咧都有機會咧係啊吸納翻一啲嘅外國嘅品牌啦，咁咧因為基本上咧就啊而家安踏就已經有 Fila 啦，咁咧就咧如果再物色其他一啲嘅國際品牌嘅時候咧，咁對於佢整體嗰一個業務咧個出海發展比較強咧，咁從而令到嗰個收入以至到個盈利咧嗰一個嘅多樣性咧都係有個幫助喺度，咁所以咧今次咧 MX Sport 咧呢個嘅上市咧，我覺得整體方面嚟講咧都係對安踏係有利嘅。嗯，既然有利啦，但係就睇到今日個市況又唔係好就啦，即係安踏體育都而家最新個跌幅都要成挨近3%啦。早段雖然都曾經即係見到對股價有支持嘅咁，唔係即係現階段咦跌咗落嚟啦，大家又睇住呢一個上市嘅利好因素，其實反而可以喺呢個水平做一啲吸納咧。咁其實咧跌到依家嘅時候咧，就咧安踏嗰個嘅市盈率咧都大概去到啊19倍呢啲位置，咁咧就啊相對上嚟講咧，就咧如果你話咧非常之吸引嘅位置咧，可能咧傾向上咧就係喺咧介乎喺15到17倍會比較上好啲。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咧可能咧就咧再跌咧一啲，即係譬如咧喺翻介乎係啊55蚊去到58蚊之間咧嘅嚟到去吸納咧，會比較上係安全一啲。咁同埋咧就啊明顯地咧就咧近期就唔單止安踏啦，即係咧一眾嘅內需股嚟講咧個沽壓都係比較上係強啲，咁就咧變咗如果個大市氣氛唔係有一個嘅顯著做好嘅時候咧，咁咧就單憑咧安踏咧呢一啲嘅利好消息咧未必可以咧做到一個嘅抗跌嘅效果咯，咁所以再睇定啲，起碼落翻58蚊樓下先吸納咧會比較上係適合嘅。